梁繼昌議員，跟住到李國麟議員嘅。大家睇下呢度，你夠唔夠口罩用啊？前線嘅朋友，你喺醫院度作戰緊，你夠唔夠口罩用啊？你夠唔夠保護衣物用啊？你嗰啲感染控制措施，你遵唔遵守到啊？點解大家都喺度靜曬唔出聲呢？因為你乜都冇，好擔心。昨日政府竟然自己都話採購口罩有困難。香港如果我哋要抗疫，做得幾耐？點解搞成咁呢？因為呢個政府過去嗰幾個禮拜完全做唔到封關，完全做唔到全面堵截病毒源頭跨境進入香港，令到我哋不停火燒喉嚨。市民大眾你會清楚，有專家都講今日開始第三階段，即係咩呢？開始有機會本土嘅人有感染，人傳人，社區爆發嘅風險好高。點解造成咁？因為冇封關，因為政府冇堵截到病毒源頭跨境進入香港，令到香港好大程度有社區爆發。前線嘅醫護朋友好努力咁打仗，喺前面救火，政府就後面放火喎，點做呢？大家會點？今日我哋企出嚟好清晰嘅訊息話俾政府聽，作為前線醫護朋友，我哋有兩個目的。第一個是守護香港市民，我們希望他封關，希望他將病毒源頭阻止跨境進入香港。第二個，我們保護前線的醫護，希望他盡力有足夠資源，令到我們前線的朋友可以盡力打這場仗。今天第三日了，我們罷工第三日，這個林鄭政府視若無睹，冥頑不靈，完全聽不到我們說什麼。希望今天工會和我們各位朋友傳一個很重要的訊息，你即刻做這件事，不要等香港淪陷。大家加油，香港人加油。謝謝你，國麟。接著就到鄺俊宇議員呢。